像今天的记者会呢，我们先邀请到了两位暖场的单位呢，来为我们今天的助兴。那是不是我们先介绍即将为我们带来第一个表演，是由忠孝国小的古艺社。再来第二段精彩的表演，同样也是由忠孝国小所带来的，而且这个社团非常的特别。怎么说呢？它叫说唱戏剧社。台中市今年发生了一件科学大事。科学大事，我知道，舞动科学系发现台中美。啊？对，我想起来了，这第58届全国科展。在台中哦，对，没错。说到这58科展啊，台中市动员了33所学校，超过1000人投入规划筹办，充分展现出对58科展的用心，同时呢，也将台中之美分享给全国的参展师生。待会啊，市政府嘉宾们就会把1大系列6大主题全部放到太空梭中，咻一声发射。代表第58届全国科展顺利启航，与显微镜结合到花里，来呈现聆听花开的声音。不但融合科展精神，更结合花博意象，展现本市独特的亮点。总之，哎呀，这样的浪漫科学，你们这些臭男生不会懂的啦。舞动科学新世纪，发现台中大哥美，条条大路。所以首先呢，我们就邀请今天记者会的主席来跟我们讲讲话。在台中市推科学教育，它不是只有那2堂3堂课，台中市的科学教育是连结所有我们能够让小朋友接触到的生活真实情境，然后连结到科学知识的运用。所以我们期许这样一个科学教育能够让小朋友学到知识，也有好的科学态度，并且能够继续想在科学中耕耘。所以上特别报告，台中市在推科学教育的时候，不仅限于教室内，我们打开把整个台中市的所有的场域都是我们的教室。所以它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度竞争的一个竞赛，但是我想它不只是一个竞赛，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科学活动的面貌。所以我们透过科学博览会，让每一个学生知道科学不是课本的知识，不是无聊的公式，它是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玩、可以摸、可以感受。透过这些摊位、这些主题馆，我们发现原来生活就在科学，就在你我生活之中。今天这么精彩的介绍，其实也是点到为止。是的，所以不能再多说了，一切留到23号到29号，来到中兴大学，邀请大家共襄盛举。是的，欢迎游敦正科长。欢迎我们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小教科游敦正科长来为我们揭开第一个主题。这是第一支燃料棒。是。好，这个麻烦工作人员引导。好，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太空梭的燃料棒在哪里。好 ，OK。
它是一个专业节目了。第二支代表棒，能量继续加持。是，届时呢再欢迎大家到现场参与我们国立台湾大学。第三位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中兴大学理学院我们的陈物理系教授陈慧玉陈教授。邀请陈教授来为我们共同的注入第三支。同时为我们宣示我们的第三个系列活动是科学之旅。科学之旅呢，我们也有六个主题，八条路线，再邀请大家共同。第四位来宾，那我们继续邀请到中兴大学理学院院长施英泽施院长，有请施院长，为我们将第四支燃料棒，是我们的科学主题馆。科学主题馆是由六个单位是提供了六个主题馆，对六个不同的主题，邀请大家来共享盛举，好，教育博览会是。从中呢，能够呢感受到我们大台中在整个教育方面的热情。台中说的能量越来越强了，没有错。继续，让我们欢迎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曾春芳曾主秘，为我们继续加持第六个系列活动，就是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参展的师生教科学展览会。全国呢各个好手为我们他们的顶尖作品共同来竞争。各位云来宾，你们看到太空说已经。蓄势待发。最后，让我们邀请到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彭复元彭局长，将象征着第五十八届全国科展的 logo 为我们正式起航。舞动科学星，发现台中美。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是正式的已经启动。第五十八届全国科展在台中，届时7月23号到7月29号，再欢迎大家到我们国立中兴大学共同参与这一场盛会。我们整个为期一个礼拜，有六个系列的活动，都非常的精彩。让我们最后来台中赞不赞？赞！第五十八届科展成功，全国科展出发。